亮元怎么看？民进党为了抗中，为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，难道就真的可以置国人于不顾吗？其实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越来越看到，就是疑点一个一个已经厘清了。昨天陈时中在法院，他去把当时的合约给讲出来。那原来先证明一件事情，合约不是不能讲啦，只是不想让你知道啦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卫防委员会成立所谓合约疫苗调阅小组的时候，那时候涂黑遮蔽，那其实都是欲盖弥彰了。因为真的在法院就是可以讲嘛。再者，那时候不愿意跟 BNT 的上海大中华地区的上海复兴来做代理，然后就是要故意绕去过一个管道，结果就有43块这样的报价。现在还讲说啊，用一个什么？